主持人好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严旭东，来自于浙江宁波。跟李阳学这个戏法学了多长时间了？学的差不多快五年了。你再拿一个球，先给球老师先试试，看看怎么盘。让他盘吧，重新啊，看怎么盘。这个你看，这个就是你让你徒弟变不好吗？想想这，对我们是这么盘。得能转起来哦，对，这样还不行，三个球还得能转起来。你看啊，他会把一个球抛在半空中，然后手上做一个转球的动作，就是抛上去转接住，来试一次。哎，哦，对，嘿，哦，再回来，对。就这样子练，还有没有变别的的徒弟？变别的也有啊。现在我还有一个学生在跟我学西方的魔术哦。今天他也来到了现场，是吗？那我们赶紧再把李阳这位学生请上来。你好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桑浩恩，今年16岁，来自北京。啊，你好。那今天来了，这个都展示了，你能给我们展示一个什么呀？一个纸牌和硬币的魔术。纸牌和硬币的魔术。我们空气中有很多宝藏，我们用肉眼看不见，可是我身为魔术师，可以将空气中的这些金、铝、铁都聚到一起。当然，现在用肉眼还是看不到它们产生任何变化，无论是前面还是后面。可是如果我稍微施展一些魔力，您就会发现这三种金属融合成一枚硬币。这枚硬币它既然是从空气中来的，它可以随时就回到空气去，随时再回来。把硬币放到手中握好，我刚刚说过它可以回到空气去，它可以从我的手缝里面流出来，再在我的手背上变成一枚硬币，只需要轻轻地吹一口气，请看。其实像这样的硬币我还有其他三枚，可是四枚硬币并不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，所以现在我需要借助扑克牌。现在我需要用到四张 A， 但是如果把牌摊开来一张一张找，那就太浪费时间了。像这种情况，我只需要稍微切两下牌，您就会发现第一张 A 出现。你可能觉得这样一张一张变不够刺激，那我们就让其他三张在同一时间瞬间出现。现在我们有四张 A， 四枚空气中的结晶，再配上一个我最喜欢的音乐，让我带您进入一段美妙的魔术之旅。四海一家，对，这个说到李阳和他的徒弟们，我们还有一张照片，我们来看一看。来，一起看一下。哎，哦，这是我的工作室。其实我们有工作室的地方，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家。哦，对，这说的真好。你看，我们这印象家其实就是聊每个人的家庭。那我觉得李阳其实把家升华到他的工作室，他的学生们在一起，其实就跟家一样。是。今天也非常感谢啊，李阳的家人们也来了啊，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展示，好不好？谢谢几位弟子，谢谢。谢谢。